间隔五分钟，悬浮力的这罐摆后面。好 ，OK。民众到社区药局拿慢性处方间，药师细心叮咛药主，也要定时打电话通知患者拿药。还不止这样，跟服务业一样，药架空了必须补货，接着收银结账，更不用说开药、配药、订药这些工作日常，通通都要一手包办。日前有网友分享，一间药局应征药师，老板开出月薪60000，但一名新人面试时强调，因为药师人力不足，喊出月薪至少100000元，还说一个月100000是正常开价，让他好奇这样的薪资算是普遍吗？薪资是反映市场行情，然后跟那个市场机制，然后可能他的工时非常的长，那或者他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，这都会反映在他的薪水上面。社区药局的话，那当然是还是看你的工作的量，然后跟你的雇主之间随着你经验的累积，那就可能去调升。人力银行统计2024年药师薪资年资未满一年，月薪大约落在4.3万，至于工作3到5年的药师，平均月薪突破50000元，10年以上平均月薪来到6.4万。若以新人年资想要拿到超过军薪一倍的薪资，并非常态。10万真的我只能讲不是一个普遍的金额。那其实药师一般的行情大概目前的话是落在，真的我们看起来是大概在7-8万左右。你说10万块，那你就要看他到底包的整次到底有多少，工作的时间长度有多少，供需失衡的状况下药师的薪资会提升。医疗院所的药师工作业务单纯，分工较细，至于社区药局像是干妈店杂事较多，工时也得配合营业时间。工会强调，近期人力缺口影响市场供需，才会导致药师薪资浮动。CP 值是高是低，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。民视新闻采访王启豪台北报道。